我就从今年减肥减了快要20公斤呢。你是我的眼，带你往北渡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萧煌奇，非常开心在这个圣诞夜，然后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听我唱歌，来见证我的出道20年演唱会。你从2002年就开始听我唱歌的朋友，请你举手我看一下。啊，没有，对不起。请你从2002年就开始听我唱歌的朋友，请你出声音我听一下。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说哎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，逆着风也要飞翔，很辛苦也要坚强，带着梦想去飞翔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怕哎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，受伤也要勇敢飞翔。对，因为你为了这个演唱会，听说你有减重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有减重吗？哎，我有减重，我是越来越重了。你越来越重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要为了这个减肥，为了演唱会要减重吗？看不到也不能吃不到。所以我就这么笨，就没有听你的话。不是，我就从今年减肥减了快要20公斤呢。厉害的你，他咋动哎？我们不是约好了要减肥吗？没有，因为你是艺人，我是绿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子佼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这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，我是威廉，我是陈世安，我们是机智男孩，家有喜事，我是威廉，我们是 WOFACE 五阶级。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，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 ，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，从此我就要一直 LINE 着你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。